小超，这个我们以基本技术为主啊，还是基本技术。现在我把十分钟的绳梯啊，把十分钟的绳梯作为今天早上的一个这个热身啊，脚步不要超过十分钟，一会儿会把那个时间调到整整的啊，十分钟，因为平时大概做到15-16分钟，然后做的这个顺序，黄畅在前面带也是一样，从最简单的开始。啊，最简单的要做清晰，啊，做清晰，尤其是第一个，做清晰了，左脚、右脚，两步、三步、四步，做清晰了之后，啊，需要把这个频率、速率，啊，包括重心全都做出来，没有球的，啊，只是在中间去做。第二项，人手一球的，左运可以在后面跟一下，刘野左右手运不了球。你看一下，那个你没问题了吧？现在正常的一个活动的幅度啊啊，小个，四个一排，四个一排，四个一排，啊，做行进间的，团队做行进间的控球，啊，突破。那么做完之后，分散开啊，两边30分钟，小个的技术。各种攻击突破攻击手段，这边大个的突破攻击手段啊，都是比较常规的，但是要求把这个质量做出来啊，时间可以缩短啊，时间缩短还是7:30、7:40左右收，但是质量要达到最高啊。腿抬起来，高抬腿嘛，就像个高抬腿样子。抬平，抬平。抬起来，小孙。对。后勾后勾勾到位了，马腾。一直强调质量啊，一直强调质量。那我看江博文做的频率跟你就是完全不一样，都是做一样的内容啊，你用6成用7成劲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啊。十分钟，而且我说了就十分钟，
现在已经四分之一过去了。什么是最快的频率？啊，都是最简单的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再快！控制住重心，小丁。睡着了，带着喊一喊，睡着了一会儿。前两个不错。再蹲低一点，蹲低一点，站，站站，尤其是小个儿的李一真，做清晰了，做清晰，李一真做的和刘野不够清晰，出去，再进来，站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小孙。
做到雪糕桶。可以了，那个就是超重点。加一些组合的进去，加一些十分钟。你怎么样去编排十分钟的？怎么编排十五分钟的？这些又重新又回到零原点了。就加两分钟，要做组合的。人手一球。